这一块厚姜的一个小料子啊，当然这个料子的话也是街面料啊，品质在线的。它里面的肉质的话是很干净的。这个料子呢，皮壳的话是的确很老的，像这里的话，它就是一个脱沙面。哇，真的挺有特色的这个料子。这些它都开出来了啊，种的话是绝对老的。Hello， 各位队友，大家好，沈老师。咱们今天的话过来小胡子这边看两块料啊，其实他之前就叫过我，但是一直。在忙没有空过来，他现在的话他要回缅甸去弄签证了，所以咱们赶着过来看啊，走吧。小胡子，哎，杨老师，你好，你怎么在这里啊？对，我这里下面有那个摆东西，有点方便了吧？这里是你的？对，我的。这不是上次一个缅甸朋友的吗？这里他已经搬家了。哦，他走了？走了，被你盘下来了这里？对，我这里摆东西什么什么了吧？哦，以后就是你的店啦？对，我的店。可以，可以，可以。哎，我没拖鞋。啊，没事没事，不怕鞋垫，没事。没事的，没事的，行。OK OK， 我坐这里嘛。哎，可以可以。这里好看货吧？看小的呀，看大的呀。哦，意思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是的。先看小的嘛。小胡子，是不是你家小孩哭了？哈哈哈在尖叫啊！哦，色料，你不压的，自然观众看到的。这是一块后江的一个小料子啊，后江的色料的话是很出名的，后江的话是以色料闻名的。一会儿带大家看自然光，我先这样看一下，就这样一个远光是能看得到，它里面那个色的话是挺漂亮的啊。哎呀的，哎呦，可以哦，这种的话就可以直接做那种。满色的那种浮瓜，做水果啊，做浮瓜那些，它整一个的话，因为色比较放出来，放出来会很好看那种，做挂件好顶哦。当然这个料子的话也是街面料啊，品质在线的。它里面的肉质的话是很干净的，然后色也是很浓的，看到没有？你看这鱼肉，这是有种的啊。对，有种的色料啊，所以我才说它做浮瓜很好看嘛。而且它的色不是那种就是很深的那种颜色，它是比较阳的，比较淡一点点的啊。就很清爽的那种颜色，还可以啊，这料子什么价格？刘莎，杨老师，好久不见你啊！刘莎，不用。哎，好久不见你啊！我也没多说了，我给你30万嘛。啊？30万。30万？嗯。30万，怎么小哥贵了？高粱，高粱，杨老师，给高粱。你这翻种翻色，如果翻得好，而且没进什么纹理啊，那如果我做一个大点的浮瓜，那可能有30万啊。一个界面都多少了？你不要看几张，你看这两张都看到了。这个做界面的话，我觉得它的颜色会稍微淡了一丢丢。哦妈的，做挂件会好看一些。这么大一个，做挂件好看。这个的话，我给个价吧，这个的话12万吧。你不要看，我知道现在的色料贵，对呀，你知道难受嘞，好多矿石已经封了，你也知道明天事情啊。我知道，但是这个的话差不多了嘛，也有纹裂的嘛，你看这边上对不对？这皮壳你看这里也有裂，是不是？这里也有，你这开窗你又不是说那种大平窗，你自己都怕你开的这种花窗，我回去如果说我要做货或者是怎么样，我去开肯定是要开平窗、啊。哦妈的，你那嘴巴那么甜啊！有风险的，快点加一点吧。加一点，哎呦，再加一个，加一个，13万，好吧。哎，好比好比好比。我没说加一千，真是的，13万，行了啊。13万。你干个后比了，你不要、哎、我不问你了，可以了，真、哎、的是。那你什么时候回去？我24号吧。24，我看看，一定要机票吧？有啊。哦，长水机场。对。芒市。对。哦、芒市出发去哪里？对对对，去仰光。先从芒市到长水，长水又飞到仰光。仰光，嗯，24号吧。这个登机人叫什么？登机人，The Wing， 他的名字。The Wing。你是护照过来的这个。护照过来了。如果是护照的话是这样子，如果说走国门的话，好像他不能在这边待那么长的时间，就你可能待个几天，你要去盖章，而且现在国门是不开的，好像是被那个了。对，我开是开的，然后那个人特别多啊，那种排队感，排队好多，哎呀，不要紧张，一天两天。你刚才说老缅啊，他说了个老字，他没有说出来，你不是缅甸人啊？不是紧张啊，我说好多公里，你知道吗？人特别多、啊。哎，不，你刚才说了个老字，不是。你不是缅甸的，是不是？你说人家老缅，在中国再久了吗？好，妙啊！成中国人了啊！你是中国的是吧？他们是老缅。来，哪一个？这一块吗？哎呦，不那么大一个。
有开窗啊，这个料子、okay、在这边看皮盖的话知道了，这个皮盖出货你看大是有那么大，但这个料子因为它大所以它变种的一个风险也很大啊，就这样跟大家说。不要说这种老鼠，老鼠看皮盖先说个表象，看皮盖的话哦妈的，哪里有变种啊，看皮克都知道了，看皮克就知道了。对呀、啊、那你看这边的皮克跟这边的能一样吗？你这边都开窗、哎、这个是天然东西的，原来真的不要激动了。你这边干嘛不开、哦、是不是？我是样品，样品开了，好多人不知道吧，我是样品随便开的、哎、对对对对对对，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来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料子呢皮克的话是的确很老的，像这里的话它就是一个脱砂面，它之所以开这一边的话，我跟大家讲，我之前就说过有癣它一定会提它的一个种，所以这里的话它是有癣的，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它的一个种水绝对是要比这边的更好。好，还给我垫一下。好，翡拿翡翠来垫是垫翡翠，上等翡翠，这个是下等的、啊、来看一下这里压灯给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挺有特色的，这个料子它里面会有一点点棉，但是它体积有那么大啊，无棉不翡，无裂不玉啊，就是它有裂跟有棉是正常的。翡翠的话，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那它的一个价格就是一定是很高的。所以这种有棉的东西，它也有有棉的一个价格，知道吧？来这边的话，来压灯给大家走一下吧。这些它都开出来了啊，种的话是绝对老的。然后这里下面也有开窗啊，冰感的话是很好的。你看我这样自然光，它那个肉质是不是发黑了、哦、对，肉质发黑就说明它已经达到一个小冰了啊，起码是化冰了的。其他地方的话没有开窗了啊，没下面没有了，这边也有看嘛，下面没有了，没有板板正正的，对，这边也是板板正正的是吧。这料子的话有棱有角啊，然后这边的话它那个皮壳其实是很老的、嗯、对， 你翻过来给我看看，皮壳上面的话全身都有一些那个有癣嘛，所以它那个皮壳会比较厚一些。这个料子我说实话啊，不太看得出像哪个敞口的了，就跟你说的是木纳吧，嗯它有点像，但是不是那么正啊，是吧，我也板正了，这个对，你看这里压灯的话也是有表现、嗯、它有一点点细，皮壳的话有意思的，皮壳会厚一点。这一份料子如果说它里面能堵到那种化开了一汪清水跟这边的一样啊，跟这边开窗面一样的，那这个料子就不得了了。我带来，我跟你说，严老师全身都是花啊。对，如果不好，我没叫你，严老师。可以，如果你的要求我知道，你的要求，你的眼光。价格主要是价格，价格这个料子 你别跟我说大几百万，大几百万我回家了，我就要那个小的，我走了。哎、小的，没事没事，你说吧，好好说，好好说，咱们就谈一下。如果出手多，那就很多了，而且它这个皮壳很老，你看这边都起那个皱子，下面大象的那种皮壳，啊，有点那种刀砍纹的一个感觉了，看到没有？全是那么大的料，我跟你说，如果我报一百万不过分，我没报。哎，这个随便报一百万不过分。那你是不是要报一百万？不是，我不报，我不报，我直接给你八十不是多少斤出来的？一万？对呀、啊啊，这样爽快一点嘛。我给你八十，你还有什么一半？这个样子，这给你光大了，姐了，不要激动了。我认真说的，这个事实。就是那么样嘛，你不要看其他的位置，我给你开窗位置看就知道了，真的。那这样子，这个料子加一点吧，42。不是一万眼光加的料子了，严老师，你这个位，老朋友，你知道你的眼光。哦嘛，你不要加激动，哎呀，一点点，不是我抢的呀，我是小胡子，你知道啊，严老师。但这料子的确有风险啊，小胡子。那边它虽然全身都是有飘花，但那一边的话它是脱砂了，但其他面的话没有脱砂。我是看在这个皮壳老我才想要，如果它皮壳是那种断口啊，或者是嫩的那种又没有血啊，没有料的我不会收的。我没照给你啊，我知道你的眼光啊，你的要求我知道啊。我再研究研究好吧。哎，好，来。哎呦呦，你要过来，那个木姐录啊。这个是木姐路，哎，到趴干了，小心啊！来，小心点，没事。来，你看这个皮壳啊，它这里也打了一个洞。到打灯的话，你其实你看它里面的话也是有肉的，看到没有？哦、而且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开得很深，这个料子。你观察它的皮壳嘛，你看这里的皮壳跟这边的话都是一样的。杨老师，我跟你说，皮壳的话，老到爷爷都没有的。它还是有那么多量在这里啊，这个料子。
老爸爷爷都没有的货。对，哎呀，就这样吧，不要多说了，我最后一口价。不是我们平时听的，够老够硬够到位，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45。你还加？不行，我妈的，你加一万，啊，得给呗。我刚谈好的料子，行不行？哎呀，这样吧，我跟他严老师，我要回去养那个三天以后，我要回去吧。回去的话，14号啊，三天以后。嗯，三天以后吧，今天那你注意安全了。嗯，好的，我也那个，因为你坐飞机嘛，我就不说一路顺风了，不能这样说啊。我那个矿上那边我也有看一下吧，看一下那个要交料子吧，好不好吧？给你帮忙。行吧，那你帮帮忙呗。那个阿涛，你过来帮忙抬一下呗。嗯，好。收上去一下，嗯，走吧。这个料子的话，我带你们看一下自然光。今天的话是阴天啊，但是你看这个色，看到没有？哇，好漂亮，能拍出绿色不？能。它就是透的，随便给一点点光。假如哈，这个是太阳，看到了吗？颜色的话是很正的，像这种后江的料子，它是翻种翻色的。这个大这么大一个面开窗，你看，灯下不关色，咱们直接这样看啊。你看这里的一个鱼肉都裸露出来了，这个色真的是很漂亮啊。像这个料子的话，其实它就是真的是啊，做一个满色的一个挂件这样子啊。来，咱们来路边这里。这个料子的话是13万拿下来的啊，像另外那一块的话，我把老朋友给面子了，哎呀，不要说这种。另外那一块的话有那么大啊，那个料子那么大一个，然后是45万拿下来的，你看这个那么小一个就要13万啊。就各位侧友，如果是你们选哪一块？那咱们的话就先记录到这里啊。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喜欢杨老师看完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啊，爱你们。